你不可能谈文盲楼的价值，你不去谈到这些创造古迹意义价值的人。我相信很多人对我们这个古迹的期待性非常高，所以我把想把它恢复到最繁荣的那时候的昌吉的真正空间。社会进步，建筑会改变，社会形态也会改变，各种生活方式也会改变。那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时代的生活是一个空白的。